这就好了。好了，今天入围这么多奖项，几乎新加坡金曲奖你们就拿了个奖了，你都拿过了，演绎啊、销量啊、受欢迎啊，像你们还有什么期待？期待，其实每次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期待，就是希望能够开心吧。是，今天演出要开心，拿奖要开心。绝对，因为王菲在新加坡不会看到狗仔队，也不会看到任何人发问奇怪的问题。这里不是香港，这里不是台湾，今天保证你开心，好不好，王菲？保证啊！看入围的有哪几位？梁静茹。王菲。蔡依林。孙燕姿。郑秀文。新加坡金曲奖2004亚太最受推崇女歌手得奖的是王菲。我想要感谢那个推崇我的歌迷和这个媒体，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我们要恭喜王菲，也要谢谢我们的集团总裁 ，Thank you, Mr. Ernest Wong, Thank you very much。是，马上。我们的爱情声声声声，我们没有流血。惊心神也埋去那么心跳再送一声叮咛给书上的你给空中精灵不让一句忧伤歌颂这壮烈爱是悄悄的声声情到底回到是曾有的眼神当爱情情到底回到是曾有的眼神当爱情情到底没有的错的决心当爱情情到底谢谢。你的天空都有悬着上帝
在途上回的脸。谢谢。1994年，一首《执迷不悔》让华语乐坛开始注意王靖雯三个字，也让她成为第二届最新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其清新脱俗的嗓音，配以独有的飞式唱腔和突出的前卫造型，让她在当时玉女歌手充斥的乐坛突围而出，迅速窜红。同年备受好评的《天空》即让王菲一跃晋升天后级，从此在乐坛锋芒毕露，不但在本地金曲奖上先后囊括最受欢迎女歌手、最佳演绎女歌手和亚太最受推崇女歌手等六个奖项，还是两届年度最畅销专辑得主。然而勇于尝试的她却从不松懈，多年来坚持做领导潮流的先锋，为乐坛增添了不少新元素。96年，王菲更以浮躁颠覆了港台流行音乐的一贯模式，展现了极富创意的另类曲风，那是她至今最受争议的专辑之一，也是她在音乐领域上的一个里程碑。去年让大家期待已久的《将爱》终于问世，十首全主打的专辑，王菲个人就包办了4曲3词，雄厚的创作才华表露无遗，炉火纯青的歌艺让她无论在诠释细腻的抒情小调，或是节奏强劲的电子乐，都能收放自如，各自精彩。今晚让我们再次报以最热烈的掌声，将流行乐坛的最高荣誉献给这位会唱、爱唱、能唱的全方位艺人，亚洲华语乐坛的第一天后王菲。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新加坡金曲奖2004流行音乐的大奖的得主王菲。今晚的特别来宾，那是财政部兼交通部政务部长陈慧华女士为我们来颁这个奖项。当然，陪同我们的大会贵宾陈慧华女士上到台上呢，来颁奖的呢，就有新传媒集团的总裁黄永荣先生，还有新传媒电台总裁叶顺发先生。我们再一次的掌声来恭喜流行音乐大奖得主。可以说几句话吧。我觉得这个总结挺精彩的。那个，我想如果这份荣誉，我想应该跟这十几年来一直跟我合作过的所有的音乐人分享吧，谢谢他们，然后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谢谢王菲，也要谢谢陈部长今天抽出宝贵的时间来为我们颁奖，谢谢你。